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自为人医，守护爱》，我是梁宗兆医师。现在是暑假期间，有很多毕业的新鲜人要投入职场，那有些人对他的人生呢，迷迷惘惘、懵懵懂懂，但有些人呢，也非常的确定。大家都说护理工作非常的辛苦，但也有很多人非常的投入。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两位在护理工作非常优秀的同仁，同时呢，也在现场也邀请到的是花莲慈济医学中心资深的督导惠珍督导来到我们现场。惠珍你好，主持人好，全球观众大家好。惠珍，我们知道我们有6家医院嘛，哈，又有慈济护专、慈济大学，是不是你这么多护理人员哈，就是因为有这个关系，所以待得非常久？那您在花莲多久了呢？我今年服务满20年了，那加上护专2年，在花莲已经22年了。22年哈，对。相当久。那我们在慈济事业体的花莲慈济医院，是不是有很多超过20年以上的护理同仁？还蛮多的，像外科加护病房的郑丽娟护理长啊，还有外科专师林碧轩专师跟曾桂平专师，还有社区健康中心的林金兰护理长，那还有乙肝的各管师张玉芳各管师，也都是慈大跟技术学院的学生。信口拈来哈，就非常多哈。在节目之前进行之前，我们现在介绍我们坚强的 call in 团队。首先是我们的刘宏文副院长，神经科的刘安邦医师，林冠宏医师，复健科的洪玉洲医师，内科的吴雅汝医师，以及于浩俊医师。观众朋友，刚才我们惠珍督导讲了非常多20年的资深的护理同仁，那我们在 VCR 的去看他如何的成长。吃晚餐，追踪病患枝微末节都不肯放过，细心耐心的程度很难想象。他必须同时管理1200个病患，辛苦你啊！希望礼拜二早上可以看到你哦，哈！好好好好，不会，好好，拜拜。每一天都必须像这样看完至少200份病历，才能确保每一位追踪个案定时回诊报到。更重要的是，定期追踪能让病情获得良好控制。他是花莲慈济医院唯一也是第一位的 EC 肝炎各管师张玉芳。肝身体要照顾啊，吼，对吧？因为你最重要的吼。开工典礼。1986年8月，花莲慈济医院起业，让后山花莲的乡亲生病了可以就近看医生。当时的花莲不只是资源不足，护理人员的招募更是不易。正言上人决定要在花莲创立慈济护专，培育护理人才，也创造原住民少女的就业机会。1989年9月17日，慈济护专创校开学典礼当天，有2万多人前来观礼祝福，却只有107位新生，其中的一位就是远从台中到花莲求学的张玉芳。当时他为了公费就读可以分担家计，不顾父亲的反对，只身到花莲求学。我记得78年那时候我刚到医院，就我一出了这个，那时候不叫中央路，那时候叫新生南路，一出去看，哎，左边看是黑的，右边看是黑的，全部都是黑的。想家是正常的，每个人都会想家，势必如此。因为以前交通不方便，从台中坐车来这一趟大概要7、8个钟头。为了体恤这些离乡的孩子，义德母姐会从此而生，由慈济女众师姐陪伴在每个孩子的身边。但张玉芳的父亲还是希望她在毕业之后立刻返乡。他说我很不孝，离开家那么远，所以一路从台中上火车以后哭到花莲。曾经为了圆满父亲的希望，张玉芳回到家乡工作，却只短短停留了1年，又回到了花莲慈院。回到西部以后，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距离可能都会比较疏离一点。在慈济医院的话，就是觉得从病人身上得到的回馈，就是让你觉得说蛮感动。花莲的土，花莲的情，紧紧黏住张玉芳，一年就是23年。这个护理资历只比花莲慈院小3岁的护理师张玉芳，
是与慈济医院共同成长的孩子，每个分院他都曾经前往支援，留下护理足迹，也蛮开心的。因为毕竟不是有多少护理人员，就是在这一生当中，除了医院的工作以外，还有机会去参与开病房啊、开院的一些经历。张玉芳也在今年顺利取得了护理硕士的学位，在专业上更进一步。更重要的是，父亲已经能够谅解与肯定他的工作，即使各自在遥远的一方，一家人的心还是紧紧相连。所以他现在会蛮开心跟人家讲，我找不到我的主角在上班呢。慧珍哦，玉芳待了23年嘛，对，你待了22年，所以你小他一届嘛，那你了解的玉芳应该学姐了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其实啊，玉芳姐啊，她就是像大姐姐、像妈妈一样，很关怀，对人真的很热情、很关怀，而且她对工作非常的投入，而且非常的细心。对哈，我们知道。各位观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 BC 肝的各管事哈，看起来要这么有经验的人去担任哈，一定是非常难找了哈。那到底这个各管事哈 ，BC 肝的各管事为什么这么难找，或要哪些条件呢？那其实他除了要有丰富的一些临床资历跟行政资历之外，那因为有相关的一些病例的资料统计，所以他必须非常熟悉的统计跟一些资料的状那个建档部分，而且重要的是他要去追踪病人的回诊状况，然后了解病人给予他的心理的一些抚慰，跟甚至去掌握他的一些情况，所以其实要非常的有工作经验的人才有办法胜任。对，玉芳其实她也从事过非常多工作了哈，您应该也是这样。她是不是很多多元性的发展护理工作？那其实护理工作除了就是我们护理师部外，其实有蛮多元化，像专科护理师啊、各管师。那这一块其实我们提供蛮多的教育训练，让有兴趣的人他可以去发展他另外的一个专业，而且在这过程当中，既有一些专业的学习、统计啊、研究发展部分，可以更增长自己往其他的多元方面去发展。对，你刚才讲的统计嘛，其实。大部分是到硕士的时候才会比较重视这个了哈，啊，也很恭喜，我知道您跟玉芳哈都是我们慈济职业体医疗职业体毕业的硕士生嘛哈，那是不是医院有给大家很多的弹性哈，才有可能，不然在职进修硕士又这么忙，是不是有很多方便呢？那其实医院对于在职进修部分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而且医院跟学校的合作关系都非常密切。那除了就是说工作的弹性部分，就是在支持部分也甚至都可以申请。就是公费去念书，那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支持。对，而且在临床上哈，在研究上也比较方便了。对，刚才在影片上大家知道，你第二届你也看到，刚才偷偷有私下问你，其实那时候还是很荒凉的，100多位医务人员哈，那时候来了20000多位的那个师兄姐啊，这么多人哈，那是不是有很多支持给你们，让你们可以继续待在这里呢？对，其实在医院部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一种关怀跟人情味，那重要的是义的爸妈除了在我们在学期间的一些支持，甚至到医院工作还是在给我们一些心灵的一些关怀，这是别的医院所没有的。像你有待过很多护理站啊、护理长了哈，那所以是不是现在义的爸妈好像连学生时代有，现在连病房都有，现在连病房也都有。嘿，像我们目前我们的家护单位也是义德爸妈常常到病房去关怀我们。对，那因为出远门，就是像刚才是玉芳从台中过来嘛，那我们很多西部的同仁也是这样过来，所以很多需要很多亲人的关心了哈。但是因为当然讲我们护理同仁还是很缺乏，但是我们有慈济的技术学院，有慈济大学的护理系，所以好像很多都会留下来继续待在我们的慈济职业体，大概有多少同仁？其实在技术学院跟大学部分将近毕业生有40%左右，其实比例还蛮高的。对，而且我们好像对原住民的同胞好像也有特别的优待，或者是好像公费的很多，是不是？对，在护专部分其实还蛮多的。对，其实而且哈，他们进来哈，经过像很多慢慢的随着我们慈济医院的成长，他们也实际的发展，就像您一样，其实也是从小护士做到督导嘛哈。那我们来看看你们护士是如何的成长。慈恩慈爱从菲律宾跨海而来，出生时腹部相连。花莲慈院动员了将近10个科室跨科合作，
历经了六个小时的分割手术，才将他们顺利分离。为了开刀房里的六个小时，花莲慈院医护团队早在1500个小时之前就开始术前准备。手术的流程、术前术后的护理，都关系着连体婴的分割手术能否成功。当时率领妇产儿科的护理督导张玉芳，为了协助护理团队能顺利完成照护，必须与医疗团队密集讨论，不断演练，做足准备。经过2个月细心的照护，两位小女婴终于顺利展开独立的新生命。从病人那边得到直接的回馈，是让你觉得说，在这个护理工作当中，就是很有成就的地方。回想起更早之前，也是一次团队的合作，开拓了他对护理工作的视野。第一届慈济护专毕业的张玉芳，到花莲慈院工作时，医院才成立3年，正处于兵荒马乱的草创时期。那时候医院的确是人力不够，也没有上制度。为了开设花莲慈院第一个神经内科病房，张玉芳与当时还是住院医师的刘安邦共同规划，因此结下难解的革命情感。大概中间就几个月时间，所以他算是我们一起打拼的伙伴。新的病房从无到有，无论是医疗备品、病房动线、人员，都必须一一策划。譬如我今天搬进来这个病房里面，总共有45张床，我觉得大概要估算到50个枕头。不同于现在的科技发达，当时所有预算与资料建档，全都只能靠张玉芳一笔一字手写抄下。只要你敢做，有能力，愿意承担，你就有往上的机会。当时张玉芳所带领的团队里，有一半都是毕业不到3个月的新进人员，而他自己也才刚从护专毕业2年。你也没多少年的临床经验，可是你还是要去学习怎么样管理单位，所以呢，其实那过程当中也是跌跌撞撞，那也是学习到不少东西。而他下班后的单身宿舍里，更是同仁们讨论工作与倾诉心事的好地方。他给人家感觉一直都是很沉稳、很温暖。那不管是我们在工作上啊，或者是家庭上面有遇到任何的状况，他都很乐意倾听。在张玉芳的带领之下，以中风瘫痪患者居多的神经内科病房，做到了半年内零压疮事件的记录保持。这支年轻的生力军成功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在那么忙的情况之下，其实很感谢那个玉芳哈，他可以把护理工作做得这么的 smooth。那我们不用担心病人在临床上照顾的问题。想一想，那时候大家才20多岁，真是非常年轻的时候。年纪轻轻就担下开设病房的重任，张玉芳并不退却，从临床照护到行政管理，团队力量始终是他最大的依靠。慈恩慈爱哈，是我们花莲慈院的第一例的连体婴的分割嘛哈。当时玉芳是那时候督导嘛哈，那当然你也参与其中了。那其中的情形，可不可以我们分享一下？其实当我据我所知，前2个月就很密集的在开会讨论，那甚至就是玉芳姐还会利用下班时间去收集资料，然后跟医师就是讨论，那带领整个护理团队看要模拟要怎么样，之后会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在护理临床照护面要怎么样，所以其实他们是投注还蛮多心力在里面的。对，所以这个团队了哈，护理团队是非常重要的哈。其实我们常常在看那护理记录哈，像我们医生在看的时候，都会去看护理记录，因为你们写的最详细嘛。我也知道你们对那种慈恩慈爱哈，为了他还用特别的照顾日志。是不是有那种特别的个案，你们是不是有那种特别的写一些日志？对，那时候有特别有做了一本就是日志啊。其实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他的生长记录，他的生长记录，那还有就是说主要还是对于就是慈恩慈爱的一些关怀，然后给他一些就是祝福这样子。对，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他爸妈也是漂洋过海嘛，来这里也很多关，也很多需要关爱啦。其实很多特别的需求你们都要记录下来。那我知道有慈恩慈爱，
一定是因为我们有关怀国际个案嘛，对，有些国际义诊嘛，才有这种因缘，他来这边做连体婴的分割。那我知道你看跟玉芳哈本身都有参加过那个国际义诊哈，可不可以分享你参加国际义诊的经验？我那时候参加国际义诊是在印尼，那那很特别的因缘是我就是将我以前所学的开刀房，其实很久之前的经验，可是至少还可以贡献自己的护理专业那一块。那其实，在那边义诊就可以看到，就是真的是见苦知福啊、哦。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开创性嘛，刚才讲到哇，比如蓝里江一直成长，所以会有很多机会开病房。当初没有像我们现在电脑那么方便啊，打一打就有了哈，都是要一笔一笔这样写下来。可不可以分享你开病房哈那时候的困难的程度？我那时候开病房的时候是那个眼科跟皮肤科、哦、那其实那时候开病房等于说你除了就是要整体去规划那个整个护理照护的动线跟整个团队，那主要就是医材部分的社库、哦、不像现在很方便两天就医材就会可以回来、嗯、那可能备量就是要仔细的去评估，因为毕竟没有那么多的空间可以摆放。对，现在是有电脑帮助嘛。那我知道像内科哈没有压疮哈，就是我们的褥疮哈是很困难的，可不可以分享你在内科照顾这一方面的经验？因为在内科的病人其实蛮多，尤其是神经内科，有很多病人都是卧床，然后就是瘫痪的病人，那行动不便，那不像现在还有照顾服务员跟一些外籍看护、哦、那时候其实还蛮少，所以其实可以达到半年内没有就是压疮的产生，其实在同仁在临床照顾面真的非常用心。对，护理传承是非常重要的哈，你们这些二十几年以上的护理师留下来，当然也帮忙我们去教育慈济技术大学跟技术学院的那个学生，其实啊有很好的学生也受你们的影响。我们来看这一段肺息啊，角度不要太高，尽量配合他吞口水的那个动作会比较容易。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在放的时候也要配合病人的情况。鼻胃管的放置不是该由护理人员进行吗？但仔细看看，这里不是医院，而是慈大护理系的学生正在练习鼻胃管的放置课程。其中王依雅与黄乔梅不畏痛苦，自愿担任病人，让所有同学做护理练习。那我们平常抠个鼻子抠深一点就会觉得啊好痛不舒服，可是那个鼻胃管是除了从到鼻腔之后要再伸到进去到喉咙这个地方，那大部分的病人在放的时候其实都会做反射会很强烈啦。因为鼻胃管的放置会带来强烈不适，比较好一点。一般在护理训练上只使用假人来作为练习的对象，把稍微折一下脚。王依雅同学全程忍耐着不适感，用笑容安定同学的紧张心情。那我常常想想说，假使是我生病的话，我会希望我得到怎样的照顾？然后你就会想到，在做鼻胃管清洁的时候，或者给他灌食的时候，你应该如何去设想说他会怎样不舒服，会怎样的一个反应？哎呦，这样就像了。三年前的课堂练习，如今应用在临床上。王依雅从慈济大学毕业后，就留在花莲慈济医院担任护理师。王依雅从小就生长在慈济家庭，妈妈与阿姨都是慈济委员。因为受到母亲的影响，依雅从8岁开始就参加儿童精进班，更常常能在志工活动中看到她小小的身影。23年的慈济环境对依雅来说，已经如同空气一般自然的存在。因为从出生到现在都是在那个环境。所以我也不知道，如果我没有这环境，会是有得失什么？那我觉得可能好的是说，至少我在这环境，然后可能也是因为爸爸妈妈的关系，让我觉得在这环境里面，就是有个比较乐观的那个吧，乐观的想法。邱心安，早安，刷牙好不好？怎样啊？你这样嘴巴会臭臭他会比较亲切啊，就是不会是我们很自私，不会是像护士，而是像就是一个很亲切的他的可能病患的孙女啊。到花莲慈济医院工作已经1年的王依雅，虽然在护理工作上已经慢慢步上轨道，但对自我要求很高的他，为了可以提供病患更好更专业的护理服务，利用休假日进修，而且还是超修了许多院内规定之外的课程。目前大部分都已经满了，但是就有兴趣就想去进进看。那其实上小夜班的时候通常就是
下班时间差不多也都是就是刚刚好十二点过后啊，但是当他那样的状况，可能我半夜早一点两三点睡觉的话，其实他都还是早上八九点多他就会起来上课。为什么那么早？不是应该八点上班吗？就是现在，因为怕觉得自己东西没有准备好。上课上班再累，怡雅却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护理这条路。你在干嘛？害羞。甚至每天提早两个小时起床上班，每一天都用他充满热忱的心投入工作，照顾病患，可以从中帮助他，协助他从那最苦里面回到他原来有自信的一面。我觉得这个过程中还蛮有成就感的，我觉得有优越感的那个时候就是收获了。会震度到哈，我知道大家对鼻胃管都不太能接受了哈。对。那当然鼻胃管有很多作用，你现场也带了一些工具，它是怎么样插进去的？可不可以分享？那其实这鼻胃管的话，它是从鼻部这边插进去，然后将近长有50公分，是经过我们喉咙到我们的食道。那其实，在插的过程当中，其实真的非常的不舒服。那但是它主要的用意就是说，它可以除了我们可以喂食之外，还有就是药物的给予。那当然，如果说病人有一些消化道出血的话，我们还观察它的量。所以在经由这个照护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不熟悉这插入的话，其实会造成病人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对，那你看到哈，怡雅哈这样自己愿意啊，这样来以自己的亲身体验，你有没有什么跟我们观众朋友来分享？那其实哈，当自己是病人的时候，就更能体会到病人的不舒服。那像我自己有住院的经验，那曾经被放过导尿管，还有放氧气面罩。当吸不到气的那一刻，我就能体会说，病人说他吸不到气，他真的是吸不到气，就更能体会病人知道病人的不舒服。那在照护上就会更用心的照顾病人。鼻胃管哈。我因为我内视镜哦，我自己去尝试比较麻醉的内视镜，知道哦，跟医生配合非常重要。他刚才不是叫你吞吗？对。如果你没有顺着吞哦，跟他对抗的时候，哇，那是非常的痛苦，所以很多人会没有成功。好，那都配合医生的话就可以。那我们当然这个经验就非常重要。当然一般人哈，插导尿管的经验，你会不会很害怕？像插导尿管，一根管子从自己的那个尿道插进去，那时候心情是怎么样？其实那时候我很不舒服，那我。但是我人意识是非常清醒，那旁边就我就听到，因为是都是自己认识的好姐妹嘛，就是其实有一位护理长，她要帮我擦，但是她真的是她觉得是认识，她真的是不忍心，她就有另外一个护理长说她来帮我擦这样子。其实我那时候意识都非常清楚。对，因为这样哈，所以慈济也办了很多体验营，是不是？对，我们特别今年在护师节的前夕，那就是为了让护理人员更能体谅就是病人的就是那种躺在床上的不舒服，所以连同我们院长是主管，院长副院长也都来参加，当作病人来体验，可以啊。因为现在暑假嘛，很多新进的护理人员，可不可以简短的给他们勉励一下？那其实护理工作虽然辛苦，可是其实从病人的回馈当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就是真的是病人的微笑都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那对，就像刚才最后怡雅嘛哈，其实他也说啊，就是病人看到病人好，自己的成就感就觉得这个是值得的。对，当然今天你们传承也是非常重要。今天很谢谢我们慧真督导来到我们现场，谢谢。